哎，队长，不是说好在我家相亲吗？咋来样板间啊？嘘，别说话啊！这儿今天晚上就是你家，记住了。你这不骗人吗？我还是回家了。站，回什么家呀？回你那个出租房里？四面漏风，墙上长毛，上面漏水，底下反潮，那是人待的地方吗？我不是为了攒钱买房子吗？喂，我的妈呀，还攒钱买房子？嘿，等你攒够了钱呢、啊，你就不用买房子了啊，你就直接买块地，哎，买一个依山傍水的，前有照，后有靠的地方，两边青松落寞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就不信没有房子我还找不着对象呢。这话让你说对了，就你这条件，没房子谁找你干啥呀？啊，离婚。带孩子，你再没个房子，人找你找事儿啊，找病啊，还是找累赘啊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不找了。这儿该找还得找，毕竟你还年轻嘛。你真的啊，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个特别好，大个儿，40多岁，还有固定工作，正适合你。来，这个拿着。这啥呀，队长？这样板间啥也没有，我给你准备的烛光晚餐。哎呦，谢谢队长啊！客气啥呀？哎呀呀呀！人马上就来了，那个记住啊，这儿就是你家。好，再见。这就是家。这一天，这是我家。这是。哎，队长啊，不对呀，这样板间没水没电呢。你好，请问你是不是李雪吧？你是欧阳先生啊？对，是我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哎，哎呀，这小房间收拾的真干净。你看，第一次来你家也没准备啥礼物，我上个厕所。哎，等会儿啊，停水了。啊，停水了。你先坐一会儿吧。好。哎。坏了？不是，我整坏的啊！我也没过去啊！哎呀，那老妹儿太对不起了，我明天来，我给你买个新的，行不行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哥，这么的，你把包挂上，你坐这儿。啊，行，太不好意思了。你说第一次来你家，我咋就能把这块又坏了？不是，老妹儿，这个吧，可能是我没挂瓷实。你看，我换个这个。我这挂天挂的特，我这得赔多少钱呢？我不是，这老妹儿，我明天给你买个衣架跟凳子，你看行不？没事，哥，你从现在开始啥也别动了啊！哎，你坐这儿凉快会儿。行，我现在啥也不动了啊！我怎么觉得我碰啥坏啥呢？啊，咱别乐了，你看都6点了，你该饿了吧？本来不饿，搁你家吓饿的。哎，那个烛光晚餐。哎呀，老妹儿，太贴心了。哎，蜡烛，还有狗盘啊。哎呀，不是，老妹儿啊，老妹儿，你先等会儿。我咋感觉不太对呢？你这好像不是跟我相亲，你是要给我送走啊？哪能啊？不是，老妹儿，我坐那儿行不？啊，行，哥，坐哪儿都行吧。哎呀，坐吧。行。哎，老妹儿，这回我可是没碰，又坏了。这回好像没青不赖你，他就动不了。啊，那咋？你一坐就能坐进来。那咋进去啊？来来来，哥，你试试，来，不是，抬高，抬高。对，老妹儿，慢慢，进不去。没事，你抬高点，你对对对，走上来。哎，老妹儿，这扶住了。哎，扶住了，扶住了。哎，那哎。哎呀，你们家这仨凳子就跟校林好汉队的队员一样，一个个栽楞的。我就说你一坐就能坐下来吧。是，我是坐下来。